新郎出场。结婚还则罢了，你居然还给狗提了我的名字，你臭婆娘！妈妈，怎么了？怎么的啊？怎么给狗提名字？哎，你给狗提我的名字，你是不尊重我，你猪狗不如！你跟狗结婚，你去找狗去，你去找他去！你不然我的狗喜欢你，你去跟狗结婚，别管他们，找谁？这是他们相处的方式。你找狗好了啊，你出去找，你出去找，你去跟狗结婚。走啊走啊，你去跟狗结婚啊！你竟然敢给狗起了个我的名字啊！你嫁狗，你嫁狗你都不嫁我，你让你嫁，让你嫁狗，你嫁狗你都不嫁我。动静还挺大的。你要嫁狗你也不嫁我，还打呢？你个臭婆娘，上来，那个狗就在外面，你去嫁，你去嫁他。会真出人命吧？你这个臭婆娘！不行，帮忙！嫁狗你都不嫁给我，好，别别，你去嫁！一二三。你们好。吵架吗？干嘛不吵啊？吵是一定要吵的，说不定还会上手。俗话说得好嘛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，还离得快。你跟你男朋友不是也经常斗嘴吗？看你们两个感情不错，他才不斗呢。地方借给我们办公。不客气不客气，我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，多有活力嘛。啊，谢谢吴叔，那我先上楼了。大同，我看小南温柔又善良，比甩了你的这个强。吴叔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被甩了，休息日也来上班。小林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很快就会回头了。但是那个小南，根本就是个男人婆啊！你跟他讲道理，他就跟你耍流氓；你跟他耍流氓，他就跟你讲道理，根本就是个神经病，脑子有洞。两小时都受不了，要跑步。哎，车夫，又有新委托了。谁是车夫啊？而且我还没下班呢。吴叔，借用他一下。去吧去吧，本来今天就不用来上班。啊，谢谢吴叔。慢点开课啊。哎呀，熄火了。店的小峰，你有什么恋爱难题？他叫剑，自从我见到了他，就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阳光从我的窗户洒了进来，充满我整个的房间。那你怎么不直接跟他告白？我
跟他告白过。但都失败了。你放心吧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因为找到全世界最权威最懂策划的恋爱团队，恋爱 SOS。 我们的 slogan 就是是用专业的心做专业的事。这是我们新的广告语。这是我们霸道眼镜的广告语啊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莫非你们俩？我们是来见客户的哦。嗯。哦，我也是来见客户的。哎，你不知道女朋友跟我们认识啊？从来不把女朋友介绍给朋友认识，我保证，下次再见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前女友。可是我怎么还是隐约闻到一股情愫？他是你们的朋友？勉强算是吧。其实，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人，他就是靳。你们应该明白。他身边从来不缺情人，我现在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他。哎，这也太小了吧！竟然是小天的女朋友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案子。你什么时候打算跟你那前女友分手啊？两三天，最多四天。你对爱情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呢？我就是因为对爱情认真，才竟然换女朋友的。爱情是有保质期的，我的爱情观呢是只留下最美好的那部分，七天，过期就变质了。真是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这种不要脸的理论，你还可以说得振振有词。我举例说明一下啊，你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你们在一起四年了，天天日思夜想，但是一年只能见一次两次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为什么还不分手啊？我爱他，他爱我，为什么要分手？得了吧，你们那根本就不是相爱，你们那是相害，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为对方考虑考虑吧。以爱的名义害人害己，自私啊，明白吗？哎，别吃了，还有你，明明被女朋友甩了，还天天想着追回来，你爱她吗？她爱你吗？天天缠着人家，给人家制造那么多麻烦，你更自私啊，懂吗？啊，所以啊，你们坚持的根本就不是爱情，那是惯性。你们爱情早就过期了，还以为自己正在享受美味，其实你们吃的都是馊掉的垃圾。你真的是停！别说我禽兽，你们要是真的了解我，就知道其实我连禽兽都不如。我真的可以这样出场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是今晚的男主角。不过六月下雪会很奇怪啊。你有没有看过书啊？六月是可以下雪的。不是有冤情吗？你真的很不浪漫哎，难怪女朋友都不要你。这是剧情需要，合理性不重要，你懂不懂啊？哦，难怪现在这么多烂电影。
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新导演到。负责维持现场秩序，不要让不相干的人来打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副导演到。此次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我控制现场气氛，还有照顾男主角的情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道具到。雪花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然后灯一亮就撒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报告，有一个问题，请问我到底是执行导演、副导演还是道具？不想做副导演的道具是不是我的执行导演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木木到。视频网站都在直播了吗？已经到位了。OK。我们的网站就要一举成名了。可是那个小天怎么没来？我们不是正缺人手吗？我们是来跟他未来的前女友告白，你觉得他适合在吗？人马组都到了。啊？这打起来还蛮亮的哦，而且我还要准备追光灯。准备好了吗？哦。OK, action! 现在男主角已经走向爱人的门口。如果思念可以吃掉的话，那么我现在一定是个胖子。因为我要把我对你的思念全部都吃掉。见，我见到你，就像幸福的花儿一样。喜欢你很久了，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。天哪，怎么这个？原来梁小天就是俊。闹了半天，小天是男主演。现在所有的视频网站都在直播这个求爱现场。走在电脑前面的美女没有500，也有1000吧。内裤男，内裤男，怎么全是我穿内裤的照片？我穿风衣又帅又拉风的呢？啊，是不是你穿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接受这个。只要那个女的肯离婚，我可以给她1000万。都是男皮，我们不接。如果你是在骗我，你给十大酷刑。比起那些业余的强100倍10倍。